我不想他们，我坐一下，这里挺舒服。那你要不要躺一下？现在传统服饰是，这是传统服饰。朝鲜民族服装。然后就是工作的这些地方，或者说节日会穿。节日的时候也可以穿，结婚的时候也可以穿。那平日穿的是？平时也穿的。因为他们是服务员。服务员一般穿这种民族服装。去看一下纪念品。好的。对，他们来了。来都来了，看一眼。这老虎。这是朝鲜话。朝鲜话。有名的画家。有名的画家。不能拍照。不能拍照。好。这个一烫了多长时间？这个走一趟有多久？1分40秒。有电话。那两个一旁边的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是地上，一个是阶梯，因为这个是建在基石上面，再有石头。除了一楼之外，是我们朝鲜的字母表示。前面的是阶梯的意思，后面是地下。地下的意思。考虑一下，你看。一开始修就有电梯是吗？对，这个主体思想它建的时候就有了。对，你不知道前期怎么上去啊，这么高。我们上最顶。